首先把吐司的皮切掉，再把吐司切成四小块，涂上美乃滋，然后放入肉松，最后放入起司，拿起另一片吐司叠上，然后把它压紧，把火腿片切成四条，涂上美乃滋，把吐司放在中间，然后用火腿片把吐司包紧，包紧后必须按压一下哦，再把封口的地方向下放，才不会松开。准备烤盘，铺上锡纸，锡纸上刷成油，放入卷好的吐司卷，送进烤箱，上下火170度烤15分钟左右，然后转上火烤3-5分钟。那超简单又好吃的火腿肉松卷就完成咯。来试吃一口吧，超好吃。那影片就到这里结束咯，喜欢我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哦。那我们下期见吧，拜拜。